今头要说，等下台湾继续来关心的依然是即个即反纳比洪灾啊，伫即啊东部甲南部所造成的灾情，来看是即台东太麻里溪啊，伫去年即八八洪灾时阵啊，即爆发崩起，啊即阵啊啊临时有做即个哦土地啊，啊毋过想袂到，讲我即个洪灾来照常即爆发又过来冲派500公尺，所以即规个水包括即六公满啊，就冲入去即太麻里的即太和川的一部分的溪溪，有即乡亲啊最近呾种。这事件，那当然嘛，全部拢乌有去啊。去年八八做大水了后，泰莫里溪才抢修好临时爆发，淹过一年了后，靠今年的反纳比洪灾带来大河冲海去，又搁崩花500公尺。大水淹到泰莫里乡的太和村，民众徛伫关的所在，看到大水，你一句我一句，怨叹也是闪未过这届洪灾。那是有冲安尼过，咱不歹啊，若无冲过就完全就歹啦。台东县太麻里乡即届崩坏水流方向，甲去年八八做大水被降的被降，也过无去年严重。敢那少数人家厝家商店拢是落关门，趁水退掉，并将赶紧大摒扫。昨日敢有惊到？有哦，惊到，水深到要卡卡乌啊！我来来伊。大水来滴，到去田内边，东边打井是徛在全部去了了，损失惨重。阿叔阿妹，水是你的迄个设计台啊无？有啦，迄边啊损失啦。在东关目前各路一村一村的大库，台摩的溪水位，各要被完全退掉，并且也是在洗涤。记者综合报道。